Off. You okay?别那个什么骑，别白来一趟啊！你骑的时候感受一下，就是那个我教你那个 tech position 那个 neutral， 然后还有中间那50:50踩地震的那个。OK， 不是没有什么难度，你就在那感觉。行。OK， 啊，这个就弯，这个是也就是那个 air 的，是以弯墙和跳还有 drop 为主。好，然后这个就是你感受这个就是比较烂的。这个刹车我怎么觉得非常没有自信，我操，这个前刹车捏到底了，感觉刹不住啊。也、yeah, 这个前刹你看之前的上次不太好玩了吗？上次还行，感觉这次速度比上次快，可能是速度的问题、yeah. 再等一下，哎
要靠个边吗？有什么感觉？再试试。啊 ，OK， 好一些应该是。那就走。看来还是不能太快。哦，行。我操，我腿已经在累了。怎么了？来歇一下，歇一下。好。啊。比我想象的要简，比我印象中简单。呀。我记得还有一点点有颠簸，这个完全没有颠簸。啊。呀。啊。行，那下一趟试试简单点的。可以。要不我在前头骑，你看一眼，你看一眼。我刚才有一些，就是有两个轮同时跳的还行，感觉。啊，可以。能跳起来就行，这个不是特别好跨。也就是那种小坡嘛。这是这个呀 ，easy。OK， 走这个 C D A K， 对 C D A K， 这个细的是吗？啊。OK。我是 technical 的。OK。今天稍微难一点，因为这个他妈的 air 的没有力道，太简单了。好。行，走。那先歇一下，歇一下。这个残疾人的标志非常的牛逼啊。啊。所以有那种坐着有那个四轮的坐着骑的 OK 那种四轮跟那个滑雪那个坐着骑真牛逼卧槽确实这需要体能训练你好走吧行你好就好好哪边？直走。直走，这边。哎，对对对，那确实该还是得你带路哇、哦、你的前后腿会换吗啊不会换卧槽这后腿好累啊是我发力是我使劲不对吗不是就这样当然也可能有点不对不应该差的太多应该是后腿稍微累一点但是不会差的太多 OK 就是
就是还是五十比五十，你要感觉到你的这个后两个腿的那个劲儿在中间，在这个包括在这个中间骨通这边，就是你不要完全是后腿当劲儿。OK。然后还有你这两个脚可以再有这么个感觉，就是前脚你可以稍微这么着一点，往前踹一点，然后后脚往外往后勾一点。好。就稍微一点点就行，就不是完全，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感觉。OK。先好了就走，可以歇会儿，你不用反应。好。你觉得差不多。Oh, I'll take a rest if you want to go first. Really? Yeah. yeah, me. I'm very new. Yeah. Can enjoy. So. 哦，看，你感觉你后臂刃是对的吧？什么？感觉你后臂刃是对的吧？后臂刃应该没问题，我没有去。感觉很硬吗？我没有。哦，那就行。就是没有到底。哦，我怕你改成那个什么，改成那个爬坡模式了。后臂刃还有模式？有爬坡模式。行，可以，赶紧走。感觉屁股在一波快的。好。跟他们走直线队。肯定不会超过他们。吼吼吼！哦。怎么走？啊，那边。哎呦，我操！慢。啊，我歇一会儿。我操！刚才你骑的时候，就是别盯着你前轮下边看，就是你时不时往远处看一下。好。你大概看，就是说大概就是往哪儿走？你看一个5到7秒钟的那个距离。然后看好了之后就 focus 在3到5秒钟之间这个区域，就是你要你的这个 focus 点要来回要上下换。好，这个就形成习惯就行。好，因为一开始骑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太会注重脚下。嗯，你会突然来一个、那个、看见一个什么。OK。 哇塞，这比我想象的累多了，这和那天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咱这骑对咱这骑了有那天两个了已经。差不多了，走吧，没人吧？走。你看这个抓地很好，太OK， 就是能回到牛车的时候，先有这身份。OK， 就是到那种就是你感觉牛车的时候再下去。OK， 或者是正常的时候再下去。啊，好，歇一会儿。
我操，有点累的。我觉得我可能最多两趟。如果这样的，如果下山可能会好点的。哇，我胳膊也是一直是在使劲的，对吗？啊，对，就是这还是嘛50比50，你跟你俩一起做酸的话。Yeah, 然后就是这个肉是累的，就是我一直在撑。对，就是说明你中间还有点厚，还是有点往后躲。OK。理论上手不应该太那什么的。但是不能避免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不能往上拉，对吧？因为你后心你重心一往后躲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你前面抓不住，你就会下意识的使劲攥，就是说你后边再往后坐，前面再往后拉，你就会特别累。OK， 你在跟自己憋劲儿。Fair enough。应该是上身是放松的，只是使必要的那种抓住的力气，你不是说你后面一边躲着重心，一边前面往前扯。啊、OK。左边是吧？一样，这是一样的。嗯。那边就上黑道了。哦，没人吧？没人。啊、哦！我操，累，让我写休闲灯。来歇会儿。啊。啊，好，零二一零二一，OK。哦。OK， no stop。OK。好，好，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哦，太晒了，去那个树荫吧。我要坐一下，我操。哎，前面有树荫，前面有树荫，再往前走上。啊 ，OK。所以我说最好买人家的乐，可以下去买。上次改造片啊。我坐一会儿。哎呀，等我看啊。咋了？你后边，你摁后边。嘿，你他妈一直是什么 hop crawl 模式下的。OK， 反正也不太用后避震，感觉。那倒是，没有那么大落差，这都硬的东西。咱们最好别站这儿。哦，行，走吧。感觉有点危险。走。爬完都感觉谁就飞。有人飞出来，确实。哦。
走吧。好吧，走。那我就慢慢下了，我会很慢。你肯定得慢慢下。好。差点这个了。不行就不行就下来。好，没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难不难。好。试一下。不知道呀。谢谢让让道。太大底了。哎。歇一下，后到最底还有几个顽强。好。几个顽强，喘点劲儿。是，又要好。刚那段难，你觉得怎么样？那个还是有点难的，有点虚。里面有哪里边 ？Service 和那个。那行，走吧。行，走吧，你知道在哪儿？
这市里边票就吃不了了。啊，性价比特别高。你说一说那什么吧。完了，新出的 hub。哦，就是 hub。没必要买。哎，你要是喜欢声音，是。哎，我觉得现在无所谓了，一开始。演的可以。我今天带我朋友来。我们也是都是新手。新手纯新，第二次累的不行了，一趟下来累的。喂，再稍等一下，好。喂。你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我们刚骑了一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骑两趟就累瘫了。因为我没有加门钥匙。为什么？你可以到楼底下霸住我，然后那个，然后你加门就可以拿手机开了。啊？就你们非得要？不是，我们现在回去也到六七点了，赶不上啊！我们现在才第一趟，现在三点半，我们再骑一趟的话也得四点半了。什么？对啊，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回去的路上肯定能接到，给你开门就好，好吗？那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啊，对呀，原来有这个人。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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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